大家好，我是 W 布 ，OK，W、okay, 今天的战力来到了4831了、，OK， 影片的一开头，直接点工程点起来了啦，去找我们的温老爹温汤匙啊 ，W 刚刚看了汤匙影片，他竟然收到了 W 的挑战书啦，布。温老爹温汤匙你们在哪里 ?W 要来打爆你们啦。我也看到了 ,W48 战斗力多少呢不是啊他怎么只剩一滴血咚叮咚各位朋友他只剩一滴血这样子我要不要打汤匙可是很讲武德的一个人哎呀汤匙本来要来打爆 W 的怎知道 W 的兵力只剩下一滴血啊你看只剩下一滴只剩下一滴血、啊、奶奶的哎呀你看就剩一滴血不懂是哪一条坟场还病体坟穷打到 W 剩下一滴血啊奶奶的 OK 没关系我们去安全区补血补起来因为只可以在安全区补血 OK 补多少补个50吧 49 OK 50就可以出发了不文汤匙果然讲武德啊看到 W 剩下一滴血没有挑战 W 没有打爆 W 因为不管怎么打 W 一定会死翘翘然后回去安全区啊 OK W 知道了他约在哪个地方啊奶奶的在不在这里酱油咸鱼理想国文老爹文汤匙啊不你看VIP 18的服装啊就是我们的文老爹文汤匙啦 W 直接来打爆你起来啦不哇80个 OK 走啊走就也就不哎呀 W 等了这一刻已经等了10年啦、啊、没那么夸张已经等了1年了各位哇终于来打爆我们的文老爹了文汤匙 OK 战力多少4876亿啊奶奶呀、啊、他的战力不是才4700多吗哎呀看来汤匙升战力了我的天哪、啊、W 才4830多亿啊哎呀看来不能打爆他了要越战了 OK 没关系给他拿先手吧挑战这里 OK挑战起来看看能不能打爆我们文老爹文汤匙 VIP18 约战起来呀、啊、OK 他先手 OK 没关系他的喂他是魏国啊各位七星张辽七星超杰啊奶奶的可是最可怕的还是他的 VIP18 他的 VIP18 服装 OK 我的太史诗能不能瞄起来奶奶的还有一个连击不瞄到后面的虚竹啦可是他的诸葛骨好硬哦剩半血 OK 单得 OK 他的酱料不瞄到了谁瞄到那个 W 的孙策喂哎呀 W 的太史诗啊为什么死翘翘啦被那个谁打死了不用哎呦他的 VIP 18好强啊我的天啊打到神一指啊神经病啊在第一回合会进到暴龙社屋露宿啊我的天啊才第一回合啊 W 就只剩露宿一只啊还有吗还被冰啊奶奶的 OK 金牛哎呀好痛啊我的天哪、啊、W 不能打爆他 OK 没关系因为 W 的战力没高过他被他拿到了先手奶奶的 OK 剩下鲁肃 OK 鲁肃到底能不能一打五鲁肃就靠你了靠个屁股啊这个工程对啊这个工程不能看数据你看没有那个数据可以点哎呀啦我的天啊没关系再试多一次 W 觉得刚刚那次是一个意外是一个意外啊怎么可能啊 W 每天每夜
什么努力的生战力，就为了这一刻要打爆文老爹文汤师。就那么近的距离，就只差几十亿的距离，难道就不能越战打爆起来吗？我们再试一试，哪来的 ？OK， 做人不要放弃。OK，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的妈妈。OK， my mother is 失败。来，他的诸葛国 W 的太史师，为什么又瞄不到啊？我的天哪，连击！不，又只是瞄许珠哎。哎呀，他的张辽很痛啊，七星的张辽啊，他还有连击啊，我的天哪，他的张辽还有连击啊，你看又死翘翘了，太痛啊，我的天哪，还有你看张辽就是一个 bug 啊，还打第三次啊，奶奶的，打两次就算了，还打第三次。哎呀，又只剩我们的鲁肃啊！哎 ，W 知道为什么鲁肃可以撑着了？因为鲁肃有青龙偃月刀啊，有那个关羽刀，所以撑得住啊。结局又是只剩鲁肃一只。哎呀，你看他的那个文老爹的那个什么 VIP 18，还有隐形啊！你看，哇，他的翅膀还是隐形的。接下来 W 就要唱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哒哒独到中坚强。哦，来了！哎呀，差很远呢，又只剩鲁肃一只哎。凌风尽失，鲁肃啊，能不能啊？你一打五好吗，鲁肃？来了，还被秒杀了。哎呀，才打死他一只啊！我的天哪，不行。W 就不信了 ，W 去升战力，升起来，什么4876亿吧 ？OK， 文老爹文汤师，你等 W VIP 18哪来的 ？OK，W 去升战力，升起来，首先先升什么？先升这个吧，万箭齐发，升星，不，升星的声音，再来个刻印，刻印这是什么？不。生命3%啊，是，哎，是不是啊？哎，不是，那个是属性而已，不是生命3%。OK， 没了。再来，去包包，开我们的箱子。OK， 哇，又开到，哇，又开到，哇，又开到图鉴了，伤害减免2%，哇，很有用。OK， 伤害减免。OK， 3亿。OK， 来个金色百分比，碎地。OK， 没图鉴。再来开什么？再来就开我们的这个吧，圣武将了。OK， 开荀彧108，然后再来开这个52片荀彧，52108就160，还差20片。OK， 这里20片。荀彧，愿助曹公一统天下。然后还有谁？我们的这个谁？司马懿138、139、40 ，OK， 140，司马懿。然后还有要升我们的金将武，全部都满了，只剩关羽120，然后才差60，关羽 ，OK， 60，不升图鉴，升起来。要去升星先 ，OK， 首先先升我们的关羽关云长，忠义当先，有进无退，有进无退，大爆文老爹文汤师起来 ，OK， 再来个荀彧5星，荀彧愿助曹公一统天下 ，OK， 哇，很多新星象奶奶的，再来司马懿，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来，对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来掌控 ，W 今天就是要打爆文老爹文汤之起来，命运掌控起来。OK， 435。OK， 再来升，要多少？340。OK， 蜀国关羽，最后升起来，应该可以升到了吧？435。不，
神刀突现了，各位，全体伤害增加18000。哇哇哇哇 ！OK， 剩了10多亿，战力来到多少？来到了4855亿了。OK， 还差20多亿就可以超越他了，就可以超越我们的文当时了，文老爹。OK， 现在升什么？升个装备吧，强化。OK， 加到完，加5 198，然后再给他吧，全部。OK， 升一次，一级。OK， 才一级，再来升一次，368，22，然后这个是12，12变22也是就升10，这个9升17就是8而已。那么还是升这个比较值得。OK。这个加10，22变12 ，OK， 22变12，22变12，22变12 ，OK， 没了，不 ，OK， 再来去升谁 ？OK， 升这个屁股，这个升最少战力的时装，再来就精炼吧，都是跟父王学的，你的父王是谁？瞬间瞬拳。送什么？80、71、72。OK， 大师达成。OK， 没了，72。举手投足。剑游，你来操控。再来就是这个很卡的，配饰强化10，很卡，非常卡，超级无敌卡，奶奶的！哎呀，还差400多克，哎呀，还差那么多克。OK。再来就去升这个吧，换子，呜，换子起来，能升阶啊，升阶 ，OK， 能升阶了，升我们的三阶换子宝物，法方18000，生命18000 ，OK， 加了6亿，再来就继续强化起来 ，OK。OK， 强化，攻击，能不能直接满？哦，直接180000，然后这个哈才一次啊，然后其他就没有了，难来的。破拳，四惊雷，再来就强化你，给你100，三次100 ，OK。然后剩下的给你吧。喂，哎，是精炼的，哪来的？哎，不是强化。喂 ，OK， 精炼，强化了。哎，不够哎，强化材料。再来继续我们的读书破万卷吧。休息 ，OK，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爆文老爹文汤师就在今天 ，OK。四成法防70000 ，OK， 不，战力来到多少？战力来到了4872亿了，不，还差4亿，各位，还差4亿战力就可以超越文老爹文汤师啊 ，OK， 刚刚又开了一些这个材料 ，OK， 继续升起来。生命，直接180000吧，生命，不，180000 ，OK， 再来就是我们的物防，47 ，OK， 战力来到多少？只要是为了东吴，11，任听差遣，哎呀，4874亿啊，还差2亿，各位，还差2亿就76亿啦，我的天啊 ，OK。OK，W 再搞到了18个这个材料 ，OK，OK 再升起来，到底能升到多少战力？到底能不能直接4876亿 ？OK， 战力来到了4875亿啊！哦，还差一亿，还差一亿就给4876亿了。OK， 这个旅途真是漫长啊。为了超越我们的文老爹文汤师
阿彪拼了！不 ，OK， 训练一次，搞到了材料了。OK， 搞资源搞起来。OK， 启动战力，来到多少？各位观众，战力来到了4876亿啊！不、哦，终于啊，76亿了，战力有没有高过哈？来。工程看一看就知道了。OK， 来酱油，文老爹，4876.27，喂 ，W 是点多少啊？点多少？哎 ，W 竟然是那么的戏剧化，4876.28，哈哈哈哈！哎，28不就高一点点？各位是不是？来看一下，他27啊。对呀、啊，哇，也太巧了吧！竟然就只高那么一点点啊，只高那么0.01亿，0.01亿啊，多少啊？是差不多哦，100万，就高100万的战力啊！各位 W 就拿到了先手了，呜，哇，OK，W 现在就来大爆起来 ，W 已经拿到了先手，什么战力已经高过了文老爹文汤师 ，OK。挑战起来！不 ，W 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OK， 终于拿到了先手，应该可以打爆我们的文老爹、文汤池了吧？不，飞天下猫咪。OK， 在他的强起 ，W 太史时又可以再次先手落日神功瞄起来，没有瞄哪来的 ？OK， 连击。哎呀，他的诸葛国剩下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血奶奶的，差一点就死翘翘了。OK， 再来他的张辽，哎呀，被秒了两只啊！我的天哪、啊，张辽啊，复活，又复活孙策，然后孙策又被秒了，一定，孙策又被秒啊！你看，哎呀，复活你干嘛，奶奶的？OK， 他的胆德又打第三次张辽，也太妈犯规啊！每次打第三次奶奶的。OK， 以和为贵，金龙补血，不，他的 VIP 18。OK， 打完闪避，靠我们的金龙闪避起来。哎，这一次好很多哎 ，W 现在是4-5。哎呀，4-5啊，终于没有什么，终于没有剩下鲁肃最后一只了。OK， 不，果然战力胜得值得。莫令咆哮。喂，3-4，各位，打爆文老店奶奶了，3-5了。不管 W 就是要今天打爆文老店，3-5，大爆起来。OK， 3-5。哎，他的 VIP 18一直隐形，就打不到他吗？奶奶的，隐形的翅膀，打不了，剩下孙鲁班了。我的天哪，你个 VIP 18，隐形的翅膀，你奶奶呀、啊，隐形啊！不，哎，他的张辽竟然死翘翘的，不复活，孙鲁班复活起来。OK， 哇，孙鲁班1-3了，各位，哎呀，还是被他的 VIP 18打爆啦 ，W 还是输在 VIP 18，哎，可是这次已经很不错了，各位，进步很多啊，打到还剩三只哎，不 ，OK，W 再打一次，再打起来 ，W 就是要在今天打爆你 ，W 不信了 ，VIP 18。真的有那么难超越吗 ？WVIP 14，直接跳4格，15、16、17，直接打爆 VIP 18，再打起来 ，OK， 又是 W 先手，OK， 霸王秋风，魏国，张辽，哎，不错啊 ，W 打爆了张辽上一个回合。不错啦，七星张辽可以被 W 打爆啊！哇哇，落日神功，又
又瞄不到啊，还是要靠连击啊。哎呀，连击 ，OK。OK， 等等 ，W 等了这一天，已经等了一年啦，从开服到现在啊，文老爹就是一直以来就是 W 的目标，就是要超越他，大爆啊 ，OK， 希望 W 可以如常所愿，就在今天打爆我们的文老爹文汤师 ，OK， 他是金龙，获取一米。霸王冲锋，魅惑，不，孙策金色战法魅惑，竟然魅惑到了文老爹 VIP 十八的服装，不，保护主公，你的主公就是我。OK， 目前六对五啊，各位，开什么玩笑 ？W 第一次，什么占据优势，占据先机，占据先机 ，OK， 占上风 ，OK， 你不够狠 ，OK， 他补血 ，OK， 天佑江东，魔灵咆哮 ，W 还是占着优势，各位 ，OK， 钢琴弹一下，横江踏浪。瞄起来了，直接瞄两只啊，奶奶的啊，复活了张辽啊，瞄了两只，奶奶的，哎呀，如果不是复活张辽就好了，为什么张辽又被复活起来啊，奶奶的，张辽出招了，哎呀，张辽啊，为什么 W 是复活孙策而不是复活孙那个什么太史慈啊，哎呀。喂，剩下两只，他的 VIP 十八死翘翘啦！不，哎，四对二，该不会被逆转吧，各位？不要啊 ！W 打那么辛苦，打到四对二，不要啊！孙老板啊，为什么会死啊？又死，二对二了，各位，焚天烈焰踩爆啊！天佑江东。烧成灰烬吧，张辽残血！哇！各位 ，W 大爆了，文老爹啊！最后竟然靠我们的番薯人鲁肃打爆了文老爹文汤师啊！我的天哪！啊 ，W 要哭了 ，W 真的很感动啊！W 玩了一年 ，W 的目标一直以嘛文老爹文汤师为榜样 ，W 终于在今天打爆了文老爹文汤师啊！哇 ！VIP 十四打爆 VIP 十八，哇啊！太爽了，我的天啊！哎呀，文老爹啊！哇 ！W 现在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啊，我的天哪，在怎么在 W 还没来打文老爹文汤师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告诉 W 了，告诉 W 文老爹是很难被打败的，因为文老爹是什么，他是什么 VIP 18，他的服装他加了很多那个什么伤害，增加伤害减免，而且打那个文老爹他的图鉴还很高啊，图鉴很高，所以 W 要打爆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而且 W 还只是 VIP 14啊，哎呀，你们看，你们如果有看文老爹啊，看那个汤池的影片，就可以知道，这个文老爹可以越战1000多亿了，随随便便就可以越战 ，W 都没那么容易越战啊，我的天哪！所以他是很强的，哎呀，终于被 W 打爆了，太爽了，我的天空啊！所以各位 ，W 在这里说一句话：只要你们可以像 W 这样坚持玩下去，然后不要放弃，就算你看 W 已经没有氪金了 ，W 已经是无氪玩家，可是。还是可以靠每一天努力的存资源，
生战力，每天每夜的生战力，努力的玩下去，然后终于也是可以打爆我们的 VIP 十八文老爹文当时起来了。哦 ，OK， 所以你们只要不放弃，你们总有一天也是可以打爆 W， 还是打爆文老爹。OK。W 的梦想终于达成了，我的天哪！难道 W 就在今天就要弃坑了吗？我的天哪，弃什么坑啊？所以各位做人要有梦想啊！你看今天的 W 的梦想终于达成了，所以只要坚持不放弃，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啊！你看 W VIP 14。都可以打爆 VIP 十八，我的天哪 ！OK 呀、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分享、留言、点个赞、打开小铃铛。就这样，大家我们呢，再见。